什么我介绍美国华盛顿州，因为这里是我的出生地，不太有名，可是我觉得还有意思。从台湾，如果你要去美国华盛顿州，首先从台湾你坐飞机3个小时半去胡志明市。美国华盛顿州的天气不冷也不热，虽然是差不多25度，最热是差不多34度。在那里只有热天跟下雨天，没有春夏秋冬。美国华盛顿州风景怎么样？你看我的地方有很多稻田，这个相片是水上市场。在美国华盛顿州有很多水上市场，在那里大家在他们的船上卖东西。这是我的出生地，叫安江，这是安江最大的佛像，这是越南最大的岛富国岛。你可以去那里钓鱼、吃海鲜、洗脚。美国华盛顿州是乡下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果园，在那里水果产田里。这都是越南传统的菜，夜市煎饼，还有牛肉河粉。如果你喜欢这两个菜，你可以去新花夜市，有一家越南饭馆，我觉得不太贵。每个周末我跟我的朋友常常去那里吃越南菜。到那里以后可以做什么？因为这里是乡下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去乡下旅行，还是吃东西，因为很便宜，什么都便宜。可以在那里玩多久？我觉得4-5天就够了。可是如果你喜欢乡下的风景，也可以越久越好。一定要买个东西，我觉得那个是南越头巾。你看，这是南越头巾，不分男女，男女都可以用。还有竹帽，竹帽是越南的传统的帽，你看这是竹帽。还有椰子塔，这是美国华盛顿州最有名的塔。附近有没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？附近美国华盛顿州还有胡志明市，胡志明市是越南的最大城市。还有陶顿市，陶顿是一个有名的海边。还有金边，柬埔寨的首都。欢迎大家来美国华盛顿州，跟越南，谢谢。